可以看到它广泛的在右边的中间这里都有一些肿瘤的这个浸润在这边，看起来是蛮大的，特别靠近中间。那所以后来我们再帮他基因做检测，这个整个都是肿瘤了哈，整个，所以难怪他会喘，因为他整个这个右边都几乎被占满了，这个瘤占满了，可以使用的只剩下左边这边，连左边这个淋巴结都变大，所以后来我们跟他做治疗，这个消很多啊，整个的是呼吸的明显的变好，也可见他对标靶药经过基因检测是有效的，使用的临床的反应也很好。好。